东周刊10月26日刊出1000期，我祝东周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香港的社会和经济经历过多次转变，逐步发展成为今日的国际金融、航运和贸易中心。东周刊多年来一直和香港同步成长，东周刊出版1000期，祝愿未来有更好的发展，和香港一样有更好的未来。咦，东周刊好嘢嚟嘅，正所谓千祈唔好走鸡，等我睇下先。祝东周刊再创高峰，继续以客观同埋求真嘅精神咧，为我哋读者提供更加多元化同埋多角度嘅精彩报道。东周刊啊，唔经唔觉1000期噶啦喎。香港真的需要更多更好的媒體為大家發放持平的報導，恭喜東周刊跨越1000。東周刊1000期，每星期一本，原來都看了這麼久。祝賀東周刊出版第1000期，繼續為市民帶來多元精彩的資訊。我衷心祝贺东周刊第1000期出版。我自己就曾经透过周刊专栏咧刊登文章，是我做议员的时候同市民交流沟通的其中一个渠道。我祝愿东周刊的业务持续拓展，读者人数节节上升。东周刊内容紧贴时代脉搏，在东周刊1000期这个大日子，我祝东周刊继续发光发亮，有更加多1000期。咦，我夠鐘開會了。